你受了一回伤，怎么身子这么多的感慨啊？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赶紧把伤养好，这林司令员可还等着你呢。双儿，你别打岔。你知道吗？在攻击磐石堡的前夜，郑妹子跟我谈到了。 你们俩一对冤家，自己那些夙愿都没掰扯明白，谈我干什么？准确的说，是谈到了你、我和少武三个人。双儿，我当年为了你，离开了磐石堡。现在少武走了，为了你。 我可以再回来，老天真是对我很眷顾。这回虽然让我受了伤，却让我找到了回来的契机。素颜，少武和我，还有你，我们曾经一起度过的日子。 确实很美好，但是人生就是这样的，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那是再也不可能回得去了。所以，我们就应该忘掉那些事情。这杯酒我敬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是朋友。 忘不掉的，双儿。如果少武还在，我们是好朋友；失去的，我不会再去寻找，不再奢求什么。可现在少武已经走了这么些年了，你应该让我回来，双儿。你应该让我把你找回来。 你敢承认吗？当年是少武和我宋妍同时爱上了你，现在虽然少武走了，可是你心里很清楚，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对你的爱恋。说这些干嘛呀？都过去了。 肖党先生他逼着我，逼着我做他的眼线。他还让我把主任的一切行踪都告诉他呢。这个王八蛋，算计到老子床上来了。主任，我该怎么办呀？ 你现在做的很好，我方某绝不会亏待你。只要能靠着主任，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哼！哎，小岛这个王八蛋，表面和善，内心狠毒。我要不及早下手，他一定会要了我的命。主任担心的是呢，我听他的话里。 已经有了这样的意思吗？哎，我们得想个办法，不能让日本人怀疑是我干的。主任，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说。
上清江的大山里有一种毒，是一种很古老的秘传，咱们只要能找到这样的行家里手，绝对没有人能够破解，十分保密。你说的是头骨？哎，你这个大山外的妹子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上次陪主人去上清江的时候，我闲得无聊，听当地人聊天的时候说起过。好，提醒得好，提醒得好啊。晚上的事儿永远成为秘密。见面的竟然是你。经商人嘛，四海之内皆朋友，尤其是对有过交道的老朋友更是牢记于心了。向老板，现在洪江镇已经不是鬼子的地盘了，你胆子可真不小。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向某只是个接头的，有位更重要的人物要面见秦兄，请。请啊。主任来了。是秦彪本人吗？当然是他，一只骆驼嫁了凤凰，见他不难。带他进来。是。主任，这事关重大，我不合适在场吧？为什么呀？这个办法还是你提醒的呢，你为什么不能在？来来来来，秦兄，请。方司令。在此时此地，司令和主任都是不能说的。你也别客气。叫方某先生就行了。秦先生，小女阮玉见过秦先生。先生请坐。秦兄，请坐。好。秦先生，小女不懂上清江的茶道，要是沏得不好，还请先生多担待。
小姐不客气，不客气。锦彪，方某跟你多年没了交道，但你的沉沉浮浮，方某却了如指掌。方某此次来是令我办一件事，在核实一件事。这件事要成了，定可以改变你在磐石堡的地位和命数。锦彪，请方主任。先生，请先生吩咐。方某想除掉一个人，但不能立刻毙命，暴露出谋杀的痕迹。要像得了一场大病，无药可救的离开了人世。像这种情况，只有一种方法，头骨。往详了说。上京江秘传最为歹毒的蛊毒，名为百虫粉，是其百种虫毒培制而成，掺入到酒茶饭菜之中，无色无味，无知无觉。半个月后，毒性慢慢发作，就像得了大病一样。不认识此毒的人，无药可救，服毒者五脏俱烂，在痛苦中挣扎而死。好，好啊。这种手段，秦老弟可有啊？先生，请说第二件事情。这次捣毁日本人的洪江镇据点，烧毁了所有的同友。柳双儿的磐石堡自卫队起到了什么作用？这还用说吗？同友生意是柳双儿和日本人做的大宗生意。可没想到他被假钱坑了，还死了达三江商行的周老板，你说他能不报复吗？这也是预料中的。可先生没预料到的是，就算他拿到了真钱，柳双儿也不会让一桶桐油运出上清江。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桐油生意就是一种骗局，不但骗了日本人的钱，还骗了山外禁运物资。因为磐石堡的自卫队和新四军还有救国军早就是秘密的抗日三联盟。救国军？怎么，方先生这么多年对黑风洞的土匪又剿又招安的，竟然不知道他们早就投靠了国军？原来如此啊，竟把老子骗得天衣无缝啊。其实方先生说这两件事儿啊，对秦某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儿。秦某现在最关心的是方先生对秦某的承诺。你放心，方某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办，等这件事有了眉目，你随我返回京口，共商大计。我包磐石堡日后是老弟你的天下。那秦某就恭候先生了。小夏，就在上清江客栈给秦老弟安排一间上等的客房。是。秦某多谢方先生。请请。此行啊，不虚此行啊。
闭环。闭环。玉环，真的是你啊！啊，让我看看，让我看看，真的是你！我没想到能在这种地方碰到你。哎，玉环，来，坐啊，来。啊，对了，玉环，你怎么随了冯七佛了？不随他，难道随你吗？你都给我带来了什么？玉环，我知道这些年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可是我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呀，我都快急疯了，你知道吗？表哥，谢谢你还记得我。那年我逃离了盘石堡，漂泊在京口，无依无靠。后来遇到了绥靖公署在招女秘书，我寻思着只有利用方七佛才能杀掉柳霜儿为自己报仇，就什么女秘书，我看恐怕是床上的秘书吧。你没有资格这样说我。你别忘了我曾经说过的话，谁能为我报仇，我的身子就是谁的。你新帮子，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方某当然知道，你们黑风洞归了国军。你还敢让副官偷偷送密信约我下山勾引我？你可别忘了，这上清江对你来说那可是龙潭虎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你们黑风洞归了国军，但在方某人眼里你仍旧是旧日的朋友，黑风洞的悍匪。哼，有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武当家的跟遮半天几十多年，心情并非愉快，现在又投了国军，报效国家，怕也只是一句空话吧。再往难听了说，你们在山沟里头人不人鬼不鬼的跟日本人绥靖公署对着干，吃尽了苦头，最后还是给人家当了炮灰啊。你个老小子，愿意拿日本人当干爹，那是你的事儿，却不会给日本人当儿子。我呢，只图着眼前的享受。实话跟你说吧，同我交易可以，规矩是干一桩结一桩，结一码算一码，不收不欠。我什么时候干烦了便不干，你也不许强迫我，更不许坏我的事儿。答应我这些条件，咱们再往下谈。好，武当家的爽快。方某一桩生意，保证让武当家的赚个盆满钵满，终生享受不尽。武当家的也想大展一番宏图，方某更当欢喜不尽。绥靖公署这一亩三分地儿，给武当家的留着地方呢。玉环，好了好了，不哭了啊！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咱们的结束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是苦尽甜来了，啊！不哭了。啊，玉环，这次方清佛来上京江，他的目的你已经知道了，他是想利用我。那，
就得帮老子摆平和柳双儿的旧账，除掉柳双儿，夺回潘世宝。玉环，到那个时候，我一定用大力，风风光光的把你迎回去。以后，我是堡主，你就是大家里的女主人，咱俩共掌氏族大业，恩爱一生，好吗？这一直是我盼望的日子。不过彪哥，想让我重新随你，你还得找准机会。我可要告诉你，这些年方七佛把我看得死死的，什么样的男人我都没有机会靠近，所以你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我和你的过去，否则别说夺回潘世宝赢回我，就连你我的性命都不在他话下。知道，知道。你放心，方七佛这种人心黑手狠，我再清楚不过了。不过，我向你保证，过去的事儿一字不说，一个字都不提。啊！哎，对了，表哥。我问你，这次方七佛来，除了联系你，是不是还联系了别的什么人？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玉环，你为什么对他的事儿那么上心呢？上清江的事儿，我不上心行吗？你别忘了，我刚才还说过，绝不能让他知道你和我的过去。我怕他会从别人那里知道。哦。你担心的对，担心的对。玉环，你就是比我聪明。不过他来这儿，他到底联系了什么人，干了什么事儿，我真的不知道。好了，彪哥，我出来的时间长了，他会怀疑，我得先回去了。玉环，你就不能留下来吗？夫人证实武当家的不是凤鸣下山，那他就是私下里去了洪江镇。他的房区在黑风崖，他溜下山很容易。他进入上清江客栈后，我怕他发现就不敢再跟踪了。夫人知道，随意盯当家们的梢，山归不容啊。马九，一定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你是我的重要人物。谢夫人厚爱。只要有我马九在，上清江发生的事儿就没有夫人不知道的。你快回去吧，留意山下的一切动静。是夫人，告辞。主任，监军记在了妖鬼佬的身上，这妖鬼佬靠得住。哼，你要是拿他当赌徒，他敢用命来跟你赌；你要拿他当妓女，别看他嘴上说的硬，只要他做过一次，他这个人就敢做一百次。当然啦，此事重大，等回京口报告日本人后，我们再做做他的工作，把他拴死。哎，主任呐，这个属下忽然有了一个灵感。说，主任这次虎县冒险，亲来上清江，不但找到了结果小岛这个大特务的奇方妙法，更是利用妖怪佬这张牌吊起了日本人的胃口。想想进步了，我们要是不吊起日本人的胃口，我们这些汉奸便没了身价，说不定
小岛会抢先下手，利用桐油事件要了我的命。上哪儿了？这山里的饭菜粗得很，吃的人心里堵得慌。我满院子溜达溜达，消神儿。没碰到什么人吧？什么人？我在这儿能碰到什么人？饱食终日，在清心寡欲，是明白人。小夏，明天一早带秦彪回京口，路上务必注意安全。是，主任。您先歇着。臭小子，背着我私自下山，嘿，还有没有军规山略？哎，把酒给我拿下来。干嘛？把脚洗了再上床。我不爱洗脚。我告诉你，你脚洗不干净，你就甭想上床。我说的目的呢，黑风崖是关键，是黑风洞据点最为重要的地方。你是怀疑老五？反正我的意思呢，是让一中队去替换他的四中队，让二当家的坐镇黑风崖的一口。他娘的，这不行！怎么回事你？这我是说，这无缘无故，对不对？莫名其妙的，会让人猜疑，弟兄们会寒心的。长锁，你这些年一直偏袒着老五，你看不清楚他的真面目吗？哎，你说是老五下山的，哼，你怎么知道？难道你派人盯梢了？丁又怎么样了？他娘的，这坏了山规！怎么回事你？我就是坏了山规，也比他闯祸强。哎，你知道弟兄们后面怎么议论你？说夫人你是培植亲信党羽，让弟兄不安心。哎，这现在连我你都瞒着。长锁，我只要你明白，我是为你好就行。这我知道你为我好。你跟我说，老五他下山干什么去啊？说呀，嘿嘿，没得说了吧？我就知道你没得说，没得说好，没得说我就认为老五是在山上待烦了，下山找乐子去了。嘿嘿，这太正常了，为这事儿我绝不会怀疑兄弟。长锁，你是个军人，是一个带兵的长官，你怎么能意气用事？你承认我是个军官了啊？这国军的军官了，嘿嘿。军有军规，我现在就把那个老五叫来，咱当面审他。没用，你审也审不出来。嘿，老，我还不信，他敢对我编瞎话。这么多年了，他嘴里有过实话吗？不过我可警告你啊，他要是做出什么事情来，你可别后悔。屁话！嘿，老当匪当这么多年。瞎话常说，因为这点事儿怀疑弟兄，老子办不到，办不到！你个木鱼脑袋！王七佛敢以收缴的特卷中包私囊，严重影响了皇军战略区的京剧秩序，他应该得到严厉的制裁。将军阁下，你作为皇军三军战略区的最高长官，你应该清楚地知道这批桐油资源对帝国的重要。柴大军，作为军人，我更清楚方七佛在三江会战中的重要性。将军，我已经向派遣局司令部申诉，并得到回复，你我可以便宜行事，消灭方七佛这个帝国的叛逆。
这样做恐怕不太好吧，将军阁下，请不要误会。派遣局司令部并没有责怪将军的意思，只是提醒将军，不管任何支那人，敢欺骗皇军，都要付出代价。对方欺负，尽可下手，如果需要帮助，请打个招呼。谢谢关照。 老弟，请。报，将军阁下，方西佛求见。叫几个宪兵来，在这儿待命。嘿，稳中捉鳖。将军阁下，果断。 将军阁下，小岛先生，王旅长，你带这个客人想说明什么？将军阁下明鉴，这位是秦彪兄弟，他可以向将军阁下和小岛先生报告洪江镇皇军殉难和桐油被焚烧事件的真相。朋友，你不要慌，只要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是磐石堡的柳双儿私通新四军和国军，消灭了在洪江镇的皇军，烧毁了桐油，就这么简单。方某提醒将军阁下和小岛先生，方某即便是把真的钞票给了上行，上清江的桐油也运不出去。方主任，这是两码事，首先是你欺骗了敌国。 你的良心，打打你坏。小岛所训极是，确实是在下的责任，坏了大日本帝国的大事。此次来是专门向小岛先生赔罪的。上清江的抗日武装，居然对皇军对抗，你作为绥靖公署的主任，如何解释啊？新四军和旧国军，他们以游击形式，藏匿深山，难以寻觅。但磐石堡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我黄协军可协助皇军清乡扫荡，消灭磐石堡的抗日武装，以儆效尤，为皇军挽回声誉。最重要的是，这位秦彪兄弟，他是磐石堡的人，可以作为内应，为此次清乡扫荡一击重地。将军阁下，方先生已经认罪了，清乡的办法也有了，派遣局司令部的命令，不可违。 秦彪兄弟，你先出去，我跟皇军单独谈谈。是。将军阁下，清乡扫荡、消灭磐石堡的抗日分子只是小菜一碟，此次属下去上清江，却为三江会战、攻克峡江上游的石碑要塞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哦，是吗？三江会战重点是攻克石碑要塞，逆江而上，进逼重庆，迫使蒋氏国民政府投降或流亡。显见的事态，重庆军方也会看得很清楚，必然会予以重兵，拼死抵抗，封锁峡江，阻挡皇军兵锋。嗯，方将军一语中的。 正面进攻石碑，若再有一支偏师借道上清江，抄袭石碑后方，会是怎样的事态呢？这样的作战态势，我想重庆方面也看得很清楚。<笑>看得清楚归看得清楚，我要是从内部瓦解他们的防御，扫清道路，那么皇军剩下的只是翻山越岭，走走路，绕到石碑后方而已啊。 内部瓦解防御，对，这个杀手锏，只有我这个本地的汉奸才能办得到。
真是。这帮王八蛋，今天我差点就回不来了。这帮日本宪兵就堵在门口，他们真的想要老子的命。想我方七佛英雄半生，在三江跺跺脚都得抖三抖。这帮日本人在他们眼里，我连条狗都不如，说杀就杀。早知今日受辱，当初我还不如死守孤城，当回文天祥，好歹死后还有个去处，能见祖宗啊。好了好了，七夫，这些危险呀都过去了啊。不，过不去。对日本人，我比你清楚，他们还看在我手上有张牌可以利用，等用完之后照样卸磨杀驴。七夫，也许你说的还真对，起码这小岛他就不会放了你呀。你忘了，他还让我给他做眼线呢，你说我该怎么办？一了百了。上清江我不能白去，秦彪的好处我也不能白给。秦彪，你还要用他？现成的手段为什么不用？你迅速掌握头骨的手段，就在这几天，我要让小岛不明不白的死。中国有句名言叫做水清则无鱼，对于敌国来说，我们要想消灭这么大的国家，不能不依靠汉奸。小岛先生，曾经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清江的两个女魔头柳双儿、真妹子给我们难堪，如今他们摇身一变变成了抗日首领，给帝国带来的损失更为惨重。是在下失察，遗害了帝国，连累了先生。方主任不必自责，自责过剩反而显得朋友生疏。你是帝国最忠实的朋友，应该以此为力量，为三江，哦不，准确的说是为攻克重庆的战略上为帝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先生能容在下戴罪立功，恩同再造，感激涕零啊。在下只能以最大之热情，帝国最大之利益回报先生，啊，来，鸡尾酒。是的，小姐。慢着，东西合璧，我要你用日本国的清酒做鸡酒勾兑。小姐，鸡尾酒的鸡酒是洋酒，我今天就非要你们这样勾兑了，还一定要让这位先生满意。阮小姐，这位小姐说的没错，鸡尾酒的确是洋酒的专利，大日本帝国的清酒如何能勾兑得纯正呢？先生怕是忘了本小姐的出身了。阮小姐何意啊？先生一会儿就知道。Thank you.
雪还是惊雷，梅花不怕风吹，熬过冰雪的疲惫，等待春暖的珍贵。前方挡住了谁，目光没有后退，战火走出的姐妹，越过生命的